準備六粒蒜頭，燒紅個鍋落油，落蒜頭，蒜頭變咗金黃色就落芹菜，鹽、糖、雞粉。水，冚蓋煮佢三分鐘，兩羹生粉，落水攪勻佢，鬧鐘開蓋，落啲生粉落去，兜兜佢。搞掂，起锅，蒜蓉炒芹菜咁就搞掂啦，睇下几靓几简单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， 下次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